啊，王一博，你现在也大了，有没有谈恋爱的计划呀？没有。媒体面前怎么可能说有呢？万一有问题。忘机，鸡胸，蓝忘机，蓝钻。蓝忘机，鸡胸，胃胸。胃胸。哎，不是胃胸。那个打肖战那句话我是开玩笑说的，然后呢他也打我，不是我打他，我俩互打是一个我们见面打招呼的一个方式，不要乱想，也不要想偏了，很正常。拍夜戏拍困我们也会不互相打。